拜。曰：行。长仪赞曰：大卫以下皆兴。皇后升殿，立于座榻。官稍前，进户。捧册宝由正门至殿内。长仪赞曰：以册宝贵。册官称陈某谨读册，读毕纳册于匣。长仪赞曰：出户举报。余禄。长仪赞曰：出户曰：太尉以下皆就拜曰：兴。通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是以使引导从导皇后亦大明殿前谢恩，长慢赞曰：拜。宣徽使立于东南区中，又丞相助赞曰：册宝礼毕，臣等不甚。案前舍人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悉享。长仪舍入赞曰：捧册官稍前曰：进户曰：捧册。又赞曰：捧宝官稍前曰：进户曰：捧宝。是以使引长仪赞曰：以册宝置于案曰：出户曰：重定。是以长仪赞曰：礼仪使稍前曰：贵曰：众官皆贵。礼仪捧册宝官贵受兴。长仪赞曰：主节郎进户持节，礼仪使应。节导册宝由正门已出，至漏皆难向立。礼仪使称有志，臣奉班。都知唱曰：太尉以下皆在拜。长仪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礼仪使宣至曰：上命太尉等持节受皇太子册宝。赞仪赞曰：鞠躬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平身。礼仪使引节导册宝，降至漏阶下，依次就位。长仪赞曰：以册宝冒于漏阶下殿案，方于退乐止。册使以下以次立。长仪赞曰：捧册宝官稍前，进户捧册宝。是以使引节主节导册宝以行。册使以下由正皆齐，竭力于香案之西。权仪赞曰：捧册宝官贵。皇太子出阁，立于香案前。长仪赞曰：皇太子贵曰：重定。长仪赞曰：皇太子拜曰：兴曰：拜曰：兴。曰：出户曰：举册宝官，读册宝官皆兴，重定。长仪赞。长仪赞曰：皇太子兴，册使以下皆兴。右庶子捧册，左庶北向立。臣奉班都知唱曰：太尉以下皆在拜。长仪赞曰：居。是以使左右庶子导皇太子亦大明殿御座前谢恩。右庶子赞曰：拜曰：兴曰：拜曰：兴。敬酒。右赞曰：拜。欲踏前，右丞相贵宣徽使立于东南区中，
又丞相助赞曰：“行至中道，唱曰：‘具官某以下起居，点引赞曰：‘鞠躬曰：平身。’敬就拜位，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扳手敬酒，宣赞唱曰：‘文武百僚皆在拜。’通赞赞曰：‘鞠躬。’各复所思，宣赞唱曰：‘拜。’通赞赞曰：‘鞠躬。’曰：‘拜。’鲁辞请促事期并而返，朝臣言其以私废公，请逮至。何赞曰：‘何赞曰：此必杀特而哀丁于党所为也。’言训之，果服诸牙。库白安至阿拉佛郎于呼拉商。
至第十九，礼乐二，至乐始末。太祖初年，以河西高治要盐，征用西夏旧乐。太宗十年时，一月，宣圣五十一代孙衍圣西元错来朝，言于帝曰：“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王京太常故城及礼册、乐器多存者，起降旨收录。”于是降旨，令各处管民官，如有王京之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属洗赴东平，令元错领之，于本路税客所给其食。十一年，元错奉旨至燕京，得京长乐许镇长李王杰及乐公狄刚等92人。十二年夏四月，使命至登哥勒，一席于曲阜轩圣庙。十六年，太常用许镇所举大乐令苗兰邑东平，只受工人。造琴十章，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盐中纪吏局置官冕、法服、钟磬、损具一物一席。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龙、郎中姚书等以乐公李明昌、许镇、吴德、段吉、寇忠、杜延年、赵德等50余人建于行宫。帝问制作礼乐之始，世龙对曰：“尧、舜之事，礼乐兴焉。”时明昌等各职中庆、狄、萧、池、勋、朝生、余。帝前奏之，曲中复合奏之，凡三中。十一日，使用登哥勒寺号天上帝于日月山。祭毕，命亦送乐公还东平。PG 1115。三年，时世祖居前邸，命购当东平府公事宋周成兼领大乐礼官、乐公人等，常令一席，人令万户盐中纪一以降旨存续。六年夏五月，世祖以前邸赐滦州，下诏命盐中纪都宋周成以所的礼乐旧人一席，宜如故事免行之，无乎。冬时有一月，敕勒功劳不堪任事者，以子孙代之，不足者以他户补之。中统元年春正月，命宣府濂溪县等召太常礼乐人至燕京。夏六月，命许唐臣等制乐器、工服、法服。秋七月七日，公毕。十一日，用新制雅乐享祖宗于中书省礼毕，赐御祭官及礼乐人149人，超有差。八月，命太常礼乐人赴还东平。二年秋九月，是太常少卿王雍领东平乐公常家都事一席，以备朝廷之用。五年，太常四言，自古帝王功臣作乐，乐各有名，甚得形容。于是乎在伏笃皇上建作以来，留心致志，声明文物，思复陈平之旧，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宫献。八亿月五，以备郊庙之用。若积古典，已有徽称。
谨按历代勒名。皇帝曰：贤。持龙门、大卷、少昊、大渊、颛顼、六经、高辛、武英、唐尧、大贤、大张、虞舜、大韶、夏禹、大夏、商、汤、大霍、周武、大武。降及近代，鲜有绝名。宋总名曰大慎，今总名曰大和。今采于邑，权以庶民，福起祥定。曰大臣按尚书萧韶九臣凤凰来仪。乐记曰王者功臣作乐，诗云斩也大臣。曰大明按白虎通言，如唐尧之德，能大明天人之道。曰大舜义。曰天之所助者舜，又曰舜乎天而应乎人。曰大同。乐记曰乐者为同，礼者为义。礼运曰大道之行也，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之谓大同。曰大欲。义曰欲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象曰雷出的愤。欲先望以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中书省岁PG 1116。定名曰大臣之乐，乃上表称贺。表曰离日中天以度文明之化，欲雷出的，又闻正大之音。神人以和，祖考来革。亲为皇帝陛下，润色红叶，游弋太平，原从龙底之前，久敬奉遗之奏。即登宝位，生命鼎思，未虽成堂上之登歌，而上却庭前之一舞。方言音似，当被深容。属天宇之一宣，乃春官之弊。会臣等素无学术，徒有汗颜，欲求救蜀之施功，人讨累朝之典故，按图所弃，永言和声，教忠律于基蜀之中，续情调于绝贤之后。精而磨，实而琢，聚思数，损思痕，合八音而克谐，乐三岁而始就，列文武两阶之干羽，向帝王四面之宫廷，一喜婉盈之声，可谓盛大之举。既婉雅气，未息佳名，盖文宣号以来，具有贤云之号，今英张韶以向德夏霍武韶以表功，宏为国朝，但受天命的大物具，人和岁风，以辅古迹之文，称曰大臣之乐。汉廷聚义，作章感望于一魁，顺殿明贤，律武院观于百寿。至元元年冬时有一月，扩京乐器散在四官名家者，先是扩到燕京中庆等器，凡390有九事，下狄刚便宴给驾。至是大兴府又以所扩中庆乐器十事来进。太常因言王今散失乐器，若止于燕京居阔，四为未尽，何于各路各官名家扩之，
庶审铸造。于是奏袭各道宣慰司，扩道中三百六十有七，庆时有七，对一送于太常。右中都宣德、平峦、顺天、河东、真定、西京、大明、济南、北京、东平等处，扩道大小。中庆五百六十有九，其完者景中二，博中十六，大深中十，中深中以小深中二十有七，边中百五十有五，边庆七，其不完者景中四，博中二十有三，大深中十有三，中深中以小深中四十有五，边中二百五十有一，边庆十有四。三年，初用宫县登歌乐文武二五于太庙。先是，东平万户言中泛奏，太常登歌乐器乐宫已完，宫县乐文武二五。PG 1117。未备，凡用人412，请移东平漏及户充之，何用乐器？官为制备，至可命众书省臣一行。于是中书命左三部、太常寺、少府监、于兴禅寺置局，委官杨天佑、太助郭敏董其事。大乐镇狄刚遍验音律，充收受乐器官。丞相耶律著右言经。至宫县大乐，内边庆时有二句，宜于诸处选食材为之。太常四以新播宫县乐宫，文武二五四百一十二人，未习其意，遣大乐令许镇往东平教之。大乐属言，堂上下月五官员及乐宫，何用衣服、冠冕、靴履等物，起行制造。中书礼部已准太常博士，议定制度，下所属制造。宫县乐器继承，大乐属郭敏开。作名数以上，编钟、庆三十有六句，数鼓四，剑柄应同一座。晋鼓一，陆鼓二，陶鼓二，香鼓二，雅鼓二，注一，羽仪。申二十有七，朝和鱼。勋八，池、萧、月、笛各十，琴二。十有七，瑟十有四，丹铎、双铎、铙、对、真、徽、金、道各。二，补助编钟百九十有二，灵璧十磬如其数。沈臣言太庙殿试向臣宫县乐器贤备，请征东平乐宫赴京师一席，以四享庙。至可秋七月，新乐浮沉，乐宫至自东平赤翰林苑。定传八世乐章，大乐属边韵五节，比翼袭之。冬时有一月，有事于太庙、宫县登歌乐文武二五贤备。其吟诵神曲曰来臣之区，列祖曰开臣之区，太祖曰武臣之区，太宗曰文臣之区，黄伯考述敕曰必臣之区，黄伯考察何代曰协臣之区，睿宗曰明臣之区，定宗曰西臣之区，宪宗曰威臣之区，初献升降曰肃臣之区，司徒奉祖曰家臣之区，文武退武武进曰和臣之区，雅
中献，卓献曰：舜臣之躯。彻斗曰：封臣之躯。文武曰：武。定文随之武。武武曰：内平外臣之武。第一丞相灭王罕，二臣破西夏，三臣克荆，四臣收西域，定河南，五臣取西蜀、平南赵，六臣陈高丽、伏交趾。详见乐舞篇 PG 1118。时有二月，即晋畿如户384人为乐公。先是赵用东平乐公凡412人。中书以东平地远，为留其户90有。二于晋遣骸，复入名籍。11年秋八月，至内廷区五。中书以上皇帝册宝，下太常。太乐属边运吴社公、大宁等区，即上授曲谱。当时义殿停用。雅乐后不果用。13年，以晋畿乐户多逃亡，仅得40有二。复征用东平乐公。16年冬十月，命太常卿呼都于司召太常乐公。是月11日，大乐令完颜春等以乐公见于香阁文郎卫英武营神皇中宫区五郎安仁武雅县吴社宫区。18年冬十月，昭瑞顺圣皇后将复庙至昭瑞顺圣皇后侍区五。19年，王基翁奏请真王送雅乐器至京师，置于八座司。21年，大乐属盐，移复本属收掌，中书命八座司与之。伯中20有7，边中720有3，池庆20有2，边庆20有8，挠6，单夺、双夺各5，真、对各8。22年冬闰时，有一月，太常卿呼都于司奏，大乐见用池庆，身律不协，即诸古典。庆时莫善于四兵，女职未尝得此。今四在封疆之内，以取其实以致庆，从之。选审听音律大乐正赵荣祖及时变庆，才十公牛泉，以四周采之的庆仆90，至边庆230。命大乐令陈阁等料检应律者百有5。23年，呼都于司又奏太庙乐器编钟身袍岁久旧坏，音律不协，遂补助编钟80有1，和律者50，造身袍30有4。29年4月，太常太清香山请采石增至边庆，遣孔住持一往四周的庆仆五。18至庆90。大乐令毛庄等审听之的应律庆50有8。于是边庆10倍。30年夏六月，出力社稷，命大乐许德良运至曲浦、翰林。国史院传乐章，其将宋神曰：镇宁之区，出现冠喜深潭。 PG 1119。将谈望义未接宿宁之区，镇沛卫殿御壁曰：义宁之区。司徒奉祖撤斗曰：封宁之区，镇沛卫卓献曰：
保宁之区雅。中县曰咸宁之区。按计设计，先农及大德六年四天地五方。地乐章皆用经旧名。是殿宣圣亦因宋不改。详乐章篇。三十一年，世祖玉宗复庙，命大乐属边运曲仆五节汉林定撰乐章。世祖谥曰混成之区，玉宗谥曰昭成之区。成宗大德九年，兴建交坛祭城，命大乐属边运曲仆五节汉林撰乐章。十一月二十八日，四环丘用之。其迎宋神曰天臣之区，出献殿玉璧曰清臣之区，着献曰明臣之区，登将曰龙臣之区，雅中着献曰和臣之区，奉传彻斗曰宁臣之区，望辽如登将，为用黄忠公。文武曰崇德之武，武武曰定公之武。十年，命江浙行省制造宣圣庙乐器，以宋旧乐公师得众省教印律，运至京师。秋八月，用于庙寺宣圣。先令翰林新撰乐章，命乐公袭之，将宋神曰宁安之区。出县冠喜升殿，降殿望义街同安之区，殿毕曰明安之区，奉祖曰封安之区，着县曰陈安之区，雅中县曰文安之区，彻斗曰于安之区，盖旧区也。新乐章不果。永十一年，武宗即位，祭告天地，命大乐属边运黄的之着献大吕公一曲及五节翰林撰乐章，无曲名。九月，顺宗成宗二世复庙，下大乐属边运曲仆五节汉林撰乐章。顺宗谥曰庆臣之区，成宗谥曰守臣之区。至大二年，清享太庙，皇帝入门奏顺臣之区，冠喜升殿用至园中，出现升降肃臣之区，亦曰顺臣之区。出入小次奏昌宁之区，迎神用至园中，来臣之区改曰司臣。出现设太尉冠喜升殿奏肃宁之区，着县太祖世人用旧区，改名开城。开城本至园中列祖区名，其词则太祖旧PG 1120区业。睿宗世人用旧区，改名武臣，此亦至元中太祖区名，其词则神祖创业，以下人旧。皇帝引符登歌奏臣之区，新制区。文武退，武武进人用旧区，改名肃宁，旧名何臣，其词天生武才，孰能去兵，以下是也。雅中县着县人用旧区，改名肃宁，旧名顺臣，其词幽冥精英，以下是也。彻斗曰封宁之区，旧名封臣，此语意义。宋神曰保臣之区，皇帝出庙廷议曰昌宁之区。太常及礼曰
乐章具孔思逮本录之。国朝乐章皆用臣字，凡用宁字者，今屈也。国初礼乐之事，昔用前代旧功，循习故常，遂有用其旧者，亦有不用其辞而冒以旧号者，如焦四仙农等乐事也。冬时有二月，始至仙农乐章，以太常登歌乐四之。先是有命四仙农以登歌乐，如祭社稷之制。大乐属言礼，四仙农如社，遂录祭社林中宫、镇宁等区以上，盖今区也。三年冬十月，至曲阜宣圣庙登歌乐。初，宣圣五十四代孙左三部赵摩思逮言，却礼宣圣祖庙，是殿行礼九阙，祭服登歌之乐，未蒙宠赐。如蒙遗资将这行审，于各处善学祭于子立内制造登歌乐器及祭服，以备祭祀，数尽是神之礼。中书允其请，宜文将这制造制式乐器成，运赴阙里用之。时有一月赤，以二十三日冬至四号天上帝于南郊，配以太祖，令大乐属运至配位及清四曲谱五节，翰林传乐章。皇帝出入中伪皇中宫区。二冠喜皇中宫区移升殿登歌大吕宫区移着县皇中宫区移隐伏登歌大吕宫区移出入小次皇中宫区一，皆无区名。四年夏六月，武宗复庙，命乐正谢世宁等编曲谱五节，翰林侍讲。学士张士官撰乐章，区名微臣之区。PG 1121。仁宗皇庆二年秋九月，用登歌乐四太上皇睿宗于真定御华宫，自是遂用之，至延佑七年春三月奏罢。延佑五年，命各路府宣圣庙罢雅乐，选择习古乐师教义生徒，以供春秋祭。四六年秋八月，亦至三皇庙乐，不果行。七年，仁宗复庙，命乐正刘琼等编运着县乐谱五节，翰林传乐章，区名曰新城之区。英宗至治二年冬十月，用登歌乐于太庙。是月，英宗复庙，下大乐属编运乐谱五节，翰林传乐章，区曰县城之区。文宗天历二年春三月，明宗复庙，下大乐属编运乐谱五节，翰林定传乐章，区曰永城之区。登歌乐器金部编钟一句，钟时有六，泛金为之。笋句横曰笋，直曰句，皆雕绘数羽，图金双凤舞，钟列博山，重牙时有六，现以红绒组。巨夫青龙级的，以绿油卧梯二，加两夫烟，损两端金。吃手闲偷石壁煞，五色削金流苏，掏以红绒为之。铁翼者四，所以备七策。在太室以爱的辟，一
因义以时灵，据俄时已经世传。自集中者以诸于木为枝，何竹为柄。凡中未奏，复以黄罗玉，复以油卷，庆亦然。元初，中用宋今旧器，其实曰大圣大和景定者是也。后增至兼用之，时补边庆一句，庆时有六，时为之。现以红绒循具肤酸泥，抚庆者以牛角为之。于笋具虫牙树羽碧煞流苏之志，并与中同。元初，庆亦用宋今旧器，至元中始采四冰凌璧，时为之。司部秦时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二，着同为面。PG 1122。子为底，冰弦、木枕、七直、金徽，长三尺九寸，手阔五寸二分，通足中高二寸七分，旁各高二寸，尾阔四寸一分，通足中高二寸，旁各高一寸五分。具以黄绮加囊柱之，秦着修以绿色似其质，底面皆用紫木，面施彩色，两端绘景，长七尺，手阔尺有一寸九分，通足中高四寸，旁各高三寸，尾阔尺有一寸七分，通足中高五寸，旁各高三寸五分。蛛丝为弦，凡二十有五，各设柱，两头有孔，疏通相连，以黄绮加囊柱之。架四修以绿，金饰凤首八竹部萧二编竹为之，每架十有六管，阔尺有六分，黑枪金鸾凤为饰，偷石钉角，以黄绒循为鱼人像，左右复垂红绒绦结，架以木为之，高尺有二寸，一毫排绡，绦以黄囊，笛一段竹为之，长尺有四寸，七孔，一毫长笛，缠以珠丝，垂以红绒绦结，绦以黄囊，月二至如笛，三孔。缠以蛛丝，垂以红绒绦结，绦以黄囊。池二修色如同叶，七孔。缠以蛛丝，垂以红绒绦结，绦以黄囊。袍补朝身四，合身四，七星袍以九曜袍以润鱼袍以皆以斑竹为之，悬修底至管袍中，施黄管端，参差如鸟翼。大者曰朝身，次曰和身，管皆十九，黄如之。十三黄者曰润鱼袍，九黄者曰九曜袍，七黄者曰七星袍，皆绦以黄囊。土部熏二陶土为之，为五寸半，长三寸四分，形如撑锤，六孔，上一前二后三，绦以黄囊。革部 PG 1123。帛府二至如鼓而小，中实以康，外修以珠，绘以绿云，细以青绒绦，两手用之，
或伯或父以节登歌之乐。木部注一，以桐木为之，状如方筒，绘山于上，修以粉，旁为圆孔，纳锥于中，锥以起木为之，状之以作乐。与一致，以桐木状如伏虎，彩绘为饰，备有二十七租与客，下陈以盘。用竹长二尺四寸，破为十斤，其名曰真，立其备以止乐。弓弦乐器。金部帛中时有二句，句一中，至是编中而大，一十二臣为特献之，一毫臣中。损具诸修，涂金，彩绘飞龙，夫东青龙，西白虎，南赤雉，北玄灵，素罗五色流苏。余制并与编钟同。编钟时有二句，句时有六钟，至见登歌。此下乐器制。与登歌同者，皆不重载。十部编磬时有六句，句时有二磬，至见登歌。损具与帛中同。司部琴二十有七，一弦者三，三弦、五弦、七弦、九弦者各六。瑟时有二。竹部箫时、乐时、池时、笛时。袍部朝生时，余时竹为之。与朝生皆十九簧，为指法各异。七星袍以九曜袍一润于袍衣。PG 1124。土部熏八。歌部胫骨以长六尺六寸，面径四尺，为帐有二尺，穹隆者居。骨面三之一，穹径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一，面绘云龙为饰，其高陶以朱修之，下陈以彩绘敷作，并骨高丈余。在交四者，满以马革。数骨四，每数三骨。其至高六尺六寸，中指以柱，约见骨。柱末为祥禄，下施小圆轮。又为重斗、方盖，并聊以彩绘。四角有杆，各垂壁煞流苏，下以青酸泥似为敷。见旁斜二小骨，曰柄，曰硬，数乐献之四余。踏床骨符，并修以珠。擂鼓二，至如鼓而小，满以马革，持其柄拨之，旁而自极。交四用之。擂陶二，亦以马革蛮之，为大小鼓三，交五贯之以柄，交四用之。鹿鼓二，至如擂鼓，为非马革，四宗庙用之。鹿陶二，其制为大小二鼓，五贯之，旁各有耳，以柄摇之。耳往还自极，不以马革，四宗庙用之。木部注一，与一节乐之器。徽仪制以降增，长七尺，化身龙于上，以图金龙首珠杠献之。乐长直之，举以作乐，演以止乐。照竹二，以长杆制降罗龙于其末，燃竹于中。夜暗，灰远。南变，乐正直之，举以作乐，演以止乐。文武器。
道二，至若金状，高七尺，杠首刻象牛首，下施诸增盖为。PG 1125。三众以祷文武。月六时有四，目为之。象月之至，五人所执。敌六时有四，目丙，端刻龙首，是以至羽，坠以流苏，五人所执。五武器。今二，至如道，杠首七以奉，以祷五五。干六时有四，目为之，加以彩绘，五人所执。七六时有四，至若见然，五人所执。礼记注七。辅也。今至与古意。今对二，范同为之，终须鼻向酸泥，目方夫。二人举对。注于夫上。今真二，至如同盘，现而及之，以结乐。今挠二，至如火豆，有柄，以同为筐，书其上如林，中有丸，执其柄而摇之，其身挠挠然，用以指骨。单夺、双夺各二，至如小钟，上有柄，以金为舌，用以振。五五，两夺通一柄者，号曰双夺。雅鼓二，至如七筒，满以阳格，旁有两钮。工人持之，主的以结五。香鼓二，至如伯父，以为为表，食之以康。辅其两端，以相悦五节。陶鼓二，物表。表四，木杆，凿方十数之，用以十五人之照坠。PG 1126。至第二十。Total_lines 0。等于 export_trim 等于 by excellence 3 exporter 3.81015。原始。